来吧，兄弟们，每当台风过后来到海滩上面，总会遇见一些搁浅的生物。这是一条被搁浅的小鲨鱼。订来的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喜欢大海，就留下个双击；喜欢户外赶海的，别忘了加一个关注，看我每天带你们户外赶海直播抓海鲜了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一来到海边又出事了，我的妈嘞，又搁浅了一条，这啥玩意儿鱼啊？肯定是深海的东西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死掉了，不知道如何处理啊！进来，老铁，如果说同意就地掩埋的，双击扣个一，我看看有多少。咱们上次用个红酒灌了个沙马蟹，也没有给它灌出来。有些老铁就说你那红酒是没有醒好，今天呢，咱是继续灌它。嘿，起来灌蟹，快点起来！认为能灌出来的扣个一，认为灌不出来的扣个二。镜头进来，留个小红心和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如果海边发现不应该出现在海里面的东西啊，一般都是鱼虾蟹的藏身之处。哇，还有蟹子啊，八爪鱼啥都有。如果让你眼前一亮的话，麻烦留下一个双击啊。喜欢赶海的话，关注我，每天带你们赶海直播抓海鲜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神奇的大海里面啥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有。看一下，这又不知道是啥海洋生物，我的妈嘞，我都不敢用手碰啊！进来，老铁，如果说也是第一次见，请你给我留下一个双击。知道老铁，评论在下方关注我，户外直播咱们马上开始。